只打一支而已、啊。哦，周玉鹏的话，可能就是会落在摄影大哥的这个大哥的比较完整的队形了、啊，所以真的是让这些备受期待的新秀都有蛮多的打击空间啊。结果我打中了中间方向的落地安打，国安是突破了鸭蛋，打下了第一分，第二分也回来了，连续两个打席都有安打的演出，申浩伟的二垒安打让比赛现在形成一分差。嗯。反正这一个打击其实真的用了很大量的变化球，就是这个变化球其实就没有往下掉，被打者给逮中。这个半局，富邦悍将是连续三支的安打，攻下了两分了。怎么办？一系列几乎都是曲球了。这是我们过往讲到中，有时候同质性的球种比较多，感觉上好像对打者来讲，他要慢慢会习惯，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。